下好不好？这样比较好背。啊，师傅真的是谢谢你嘞！一边唱歌一边背着，快乐的背着我的十字架，突然遇到了一个需要的地方。那些没有砍断自己十字架、没有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人，他们用他们的十字架度过了那个悬崖，而我太短了，跨不过去，怎么办呢？我有耶稣的十字架，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地方。主的话语对我们说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若有人靠着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